部隊の責任を考慮して司令部は君たちに2つの連隊を送る。新任に進撃しろ。はい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私を失望させないでくれ。全面攻撃の前に君がいかにして手を打ったのかをぜひ見たい。はい、承知しました。どうぞ。等的什么时候啊？再等一会儿吧，别着急。再这么等下去，咱们就都在这儿了。有你这么一高手在，谁敢找咱们麻烦呀？参谋长，指揮部はすぐ前です。長官こんにちは。お前らはここで待て。参謀長どうぞ。戦略武将図。参謀長、将軍。バカ野郎。说中国话。你们胆子真够大的。你们到底想要干什么？跟你做笔交易。我答应你们，让你们安然无恙地离开这里，但是有一个前提条件，就是把你们盗取的文件还给我们。你命都在我手里，还跟我谈条件？我死了，你们也一样要死。是吗？参谋长。条件吧，放我们走，带上那些文件。不可能！你们这些卑鄙无耻的窃贼！放你娘的狗屁！占我国土，杀我同胞！你们这帮小鬼子才是窃贼！说窃贼都抬举你们，你们连畜生都不如！弱肉强食，本是自然界的规律。好，我尊重规律。住手！参謀長、答えましょう。ダメだ。生きている限り絶対に許さないぞ。参謀長閣下、我が軍は湘西前線での肝心な時期です。将軍に何かあればすでに終わってしまいます。お考えください。どうか。バカ野郎、一旦情報をなくしたら我らは永遠に立ち直れない。先に奴らに答えましょう。分かった。我可以答应你们的条件。外で奴を捕まえてくれ。让他闭嘴。参謀長、答应了你们，我什么还不服人？这位兄弟，
还得麻烦你再给我们这辆车。你，山口君，车。行，车呼んでこい。はい。 黑胡突击队都这样，有机会我给你介绍介绍探头。都小心点。现在可以了吧？ 这就是你们的送客之道啊！答应了你们的条件，为什么还不放人？你言而无信。放心，到了安全的区域，我自然会放了他。不过现在还得委屈他一会儿。放我们走！行かせろ。嗯嗯，三部长，行かせろ。 何かがあったら粉骨砕身にさせてやる。将軍，别看咱们把这老家伙给抓起来，可这帮狗日的！ 没有一点想放咱们走的诚意啊！这么看来，回去的路应该也都封了。那是一定的，回去路上不一定雇了多少人等着咱。没想到你个老东西这么值钱呢！啊！既然鬼子把路都封死了，那咱们就选最近的一条，去阵地。这个主意不错，去阵地。 みんなよく聞け。後ろに下がるんだ。出なければお前らの長官を蜂の巣にしてやる。下がれ。下がるんだ。 你们看那帮狗日的，一直跟着咱们。别看他们不动手，可他们呀，没打算这么轻易的就放过咱们。小鬼子的忍耐已经到了底线，如果我们再逼他们，咱们仨就成陪葬品了。这老东西在这儿，他们敢吗？狗急了还跳墙呢。这老东西再重要，也没有这场仗的胜利重要。文渊说的对。 哎，不用想那么多，这帮狗日的欠的账，早晚得要。现在的当务之急，你看，发现了吗？过了前面那个哨卡500米，就是日军和国军的交战的真空地带。到了那儿，什么都有可能发生。想想怎么过去吧。那你的意思是？
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阵地将是他们最后的底线。如果我们再挟持这老东西往前，保不齐他们会动手。所以咱们必须在阵地前放了他，这样才能趁着他们来救他的时间突围。那就这么轻易饶了他？哪能？你以为文渊首领那颗手雷真的是摆设，是吃素的？ 兄弟们，都做好了，准备闯关。到时候自求多福。凡是害怕的，现在自己跳车。小耿。 山口君、藤野参謀長はどうなった？まだ敵の手に。奴らはどこに行った？すでに我々の陣地内に。命令を出せ。敵軍の艦長が陣地に侵入し参謀長を解放しなければ撃ち殺せ。しかし。 藤野参謀長、奴ら軍船区のすべての戦略部署と機密文書を持っている。一旦なくなればどうなるかわからない。もし参謀長に何かあったらば、私は司令官に贖罪をする。はい、命令通り。 生きてます。まみろ、諸君だ。参謀長は報告します。藤野参謀長は死にました。何？どういうことだ？あの艦長らは。 陣地に奴らを消せ。！跟我走！哎，这要去。
去找，去接应。我现在生死不明，我得先救他们。现在情况未明，这里贸然出兵，犯了边疆大忌。我不管，赵团长，我让开。赵团长，不能这么鲁莽行事，就这样过去，打痛光了所有兄弟，也于事无补，甚至丢了整个阵地。这个罪过你担当得起吗？那你说该怎么办？现在是这里最高指挥官，对于防线你责无旁贷。记住，你我的职责是与阵地共存亡，不能轻举妄动。 走！还有不到一里地就是国军阵地了，再加把劲儿！下车，这样下去都成靶子了。走！ 这块破表值吗？什么叫破表啊？这是我未婚妻。什么时候请我喝喜酒啊？如果有机会的话，但愿吧。什么叫但愿吧？他现在已经不在了。哎，求你们两个的事儿，万一我没出去，你们俩答应我，得把我媳妇儿带出去啊！那么多废话，你命大得很呢。 行，那见你吉言了。马上！哎，好像停火了，停掉，走，看看，走，等等，要去一起去。王连长，我现在把阵地交给你，如果丢了，你就是千古罪人。是，一定守住，誓与阵地共存亡。一百二班，给我来。 走！行，你俩走，我断后。别他妈唧唧歪歪了，再这么吵下去，日本人就胜了。既然一起来，就一起走，大不了死一块。能撑住一个是一个。走啊！好，一起走。一起走！预备，一，二。
警戒！葛深，不要开枪！团长，走！团长，团长，冉队长，我们离多呢？撤！跟我来，走！ 合着伙计骗我，你们俩那么相似，还怎么不去死啊？哪儿那么容易啊？笑屁！一起来的，一起走，要死的，死一起。 就是这个，日军湘西一线的布防图。太好了，有了这个，离我们反击的日子就不远了。还有呢？没了。没了。没了。
没事，也许是我们想多了。小鬼子本来就是一根筋。怎么了？没事，这么破点皮儿，轻着点儿。这小子挂着彩呢，我看看你后背。真没事儿。来，穿过来。都阴出来了，还说没事呢？跟我们俩面前你装。 这位是我们医护队的副队长孙小西同志。你好。你好。文渊在作案执行任务的时候，肩膀不幸中了枪，你赶紧给处置一下。好，你先坐。坐吧，把衣服脱了。 一会儿处理完毕之后，去指挥部找我。好。好小子啊！ 这两天我就发现你不对劲儿，总看着这封信上瘾啊！我，云飞同志，好久不见，我在向哥哥写的信，羡慕吗？报恩！ 没伤到骨头，好了，谢谢，不客气。 没想到王文渊居然还会打仗，这个呀，你可就看走眼了。哎，你听说过黑虎突击队吗？当然听说过。在我来咱们团之前，他们和咱们的参谋长端掉了长治的日军指挥部。刚才里面那个王文渊呀，他以前可是黑虎突击队的副队长呢。上一次呀，他们端掉长治日军指挥部，就是方天翼、王文渊、我哥和鹏飞他们一起干的。 那还真没看出来，人不可貌相嘛。看他那样啊，就跟刚毕业的大学生似的。你这样说，哎，好像真是哎。哎，小西，我以前怎么没觉得你那么好奇过一个人啊？该不会是？该不会什么？
我可不敢说了。你呀，就是知道胡说八道。哎，我什么都没说，是你自己想的好不好？小溪，其实云飞都已经牺牲那么久了，如果他泉下有知，他不会想看见你每天都这样活在过去的。有些人，有些感情，不是离开了就能忘记的。可是你总得开始新的生活呀，小溪。云飞知道你每天这样孤孤单单的，他不会放心的。放心，我不孤单。在我心里，云飞他一直都陪着我。从我们目前窃取到的日军资料来看，最有用的信息就是了解到了日军战略不空洞。有没有可能日军并没有别的作战计划？毕竟他们在湘西战场投入了整整7个师团，也算得上是孤注一掷了。可是日军在周边又集结了2个师团，却又按兵不动，又怎么解释呢？目前湘西的战局陷入焦灼，如果鬼子的目标仅仅是拿下芷江，必然会全力增援湘西一线。可是从现在的情况看，日军的战略意图不仅仅在这儿。有道理。那你认为日军的战略计划会放在什么地方？武汉。我们这次的行动目标是潜入日军驻武汉指挥部，盗取战略部署计划。武汉是日军华中派遣军大本营，所以我们去的话，很有可能会遇到很多未知的困难。高山间谍，到，马上给我从队里挑选8个精干的战士。是是。由于这次任务的特殊性，沈小溪，在，你随队出发。至于医疗队的事情，暂时先交给冉信。是是。王源同志，你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？请即刻电告南方局，恳请新四军方天翼同志率黑狐突击队参与这次行动。据可靠情报，日军高层将于今晚在司令部举行作战会议。我们今晚的目标只有2个：第1，刺杀日军高级将领田中茂；第2，盗取机密文件。我的任务是刺杀，一场完美的刺杀除了需要夜幕的掩护之外，更需要的是执行者的冷静和丰富的经验。黑色的狐狸最适合在黑暗中行动，我会最快速度地接近我的猎物，给予他致命的一击，并且给你们制造足够的时间。当你顺利地潜入鼓楼刺杀掉田中茂之后，你的任务就算是告一段落了。与此同时，我会带领行动队的队员潜入到广场的西侧，为你们的逃生做好准备，打通逃生路线。但是有一件事情要提前说明，当你们进入楼后，无论打得多么热烈，我在外面都帮不上忙，自己小心。有你们两位鼎力相助，我的任务自然轻松很多。这儿就是我的最终目标，今晚10点准时行动。方团长，车上炸弹安放的时间是10分钟，你觉得够吗？
次对你田中将军的ところに通せ。吕文修。准备接应方团长。報告，関東軍寺内到着です。入れ。寺内正雄、関東軍は重要文献をお届けに。我想所有的你都